然后，好像要很，对，就是讲这些是每次基本的，好，好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踢腿啊，这种完全不踢腿，我们就逐步增加了。我们现在人家把那些跳跃动作很多，几个腿我们连续，OK 到完，那个也是练习过，OK，休息一下，然后要练习什么？过后你们要练什么？ 要练基本动作。OK，我们这样，我们有几节练习时间？师傅来的话，肯定脚折。拜二那天呢，我们要职业，还要自行折。他要找本身专门锻炼，对不对？可以做那些动作。嘿！大！哇，赢哦！